Are you a student? So you are in, I'm not a student. So you are a university teacher, right? Yes, yeah, you're very zongming, Oh, very nice to meet hen you. zongming, very smart. So 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 Thanks. Zhuo shenme gongzuo? I'm a lawyer. Wow, my God! Yeah, I talked to two girls before studying law. Now I'm talking to a lawyer, already graduated. Okay, well, lawyer. Since you are a lawyer, you must understand a lot about politics. Do you know what Qualities, sorry. politics? Politics, 政治, 政治. Politics. 啊，历Yeah,史和politics. 政治，do you know what map？政策。这个地图是什么地图啊？我问你一下，What map is that？I can't study clearly. Not see. Okay，but can you see this map？巴勒斯坦，Palestine。哦，看他们清楚吗？在打仗呢，在对打对。仗。这个不许打仗，这个是种族灭绝，种族灭绝。种族灭绝，对，因为那个种族以迫色列害。啊，因为那个以色列，他们杀死小孩子和妇女和女人了，小孩子和女人，哦。他们杀死了8000多小孩子，在一个月内，杀死了8000多小孩子，巴勒斯坦的小孩，他们轰炸医院、学校、那个教堂，清真寺。They kill only平民，only civilians. They kill only civilians. And this is what they say. 他们已经说了这个，他们已经说过了。我们把他们想杀死全部杀死。This is what they said. So it's not a war. It's not a war. It's a genocide. They want to 占领全部。你看，46年他们是这个全部是巴勒斯坦的，绿色的全部是巴勒斯坦的。那个小的白色的是以色列，是那个犹太。那时候没有以色列，46年没有以色列。他们48年他们开始，建筑他们的国际说啊，这个巴勒斯坦叫以色列，所以现在把巴勒斯坦叫以色列，但是原来没有什么东西叫以色列。但是英国和 OK。西方的国家支持他们，帮他们，建筑，那个他们自己的国家。但是他们开始占领巴勒斯坦的，土地。你看，那个大的那个绿色的大的是巴勒斯坦的，开始缩小、缩小、缩小、缩小。现在只有加沙，还有那个西区，Western District，都有很一点小的。点，全部现很在小的，已经被占领了，把那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被占领了，全部的。现在他们也想杀死那个加沙，那个住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把他们推到埃及，把那个住在西区的巴勒斯坦人推到约旦，把他们全部杀死，所以全部巴勒斯坦的成为犹太的，犹太太残人，忍了。犹太，对，真的，这个是，所以我说这个不许大战，这个是种族灭绝，种族灭绝，没有别的意思。所以我们看中国的政府，中国的人民支持巴勒斯坦，台湾、美国、西方的国家的政府支持以色列，但是连西方在西方，现在西方的人民，他们大部分开始明白，开始了解这个问题，开始支持巴勒斯坦。他们现在有很多几百万，在世界上可能是几百万的人民，开始游行支持巴勒斯坦的，反对他们的西方的政府。明白吗？所以，我觉得啊，我明白了。我觉得任何人呢，他要持有一个 standpoint，他必须得了解这个 story behind，right？就是要了解像你说的这些是的，details。
是的。对，所以我呢，就是我自己，因为阿姜奈我不了解，所以我不会有任何的立场也和观点。再但说，是我在听完你说的刚和才，了解的，我自己再去了解一些，我可能也会有我的观点。啊，对，再说他们但是说，我觉得这是不好，伤不，害妇女，明白，小孩。没关系，没关系。他们说啊，我们那个犹太人，他们说他们相信那个犹太复国主义。你知道那个犹太复国主义，复国主义犹要，太复国主义就是他觉得他要去这重新个恢他复这们个国家，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差不多3000年以前，他们的祖先住在那边，住在巴勒斯坦的，占领了巴勒斯坦的一段时间，不到400年。但是巴勒斯坦人，他们已经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住了最少2000多年，比他们更早，比那个犹太人更早。第一个犹太人叫以色列，以色列，他们第一个最早的一个犹太人叫什么？叫以色列，Jacob Israel。他什么时候出生了？差不多1980年，公元前，差不多。但是巴勒斯坦人的祖先，他们叫 Canaanites，他们在公元前4000已经到了巴勒斯坦，所以比以色列人最少2000多年更早，他们就进驻了在巴勒斯坦的，明白吗？But I'm happy that I had a 你有chance. Instagram 吗？我可以Yo, follow 你 yo, 的 yeah, yeah, Instagram。yeah, yeah. I give you my Instagram. Thanks。这个是我的我觉 Instagram. 得你很博学。谢谢，谢谢你可以，你可以专注我，好，然后那我来关注你，然后我们对，以关后注，保持联系，好对吗？对，关注我们以后可以联络。保留联络吧。OK，我很喜欢你讲的东西，我觉得你很博学，很有文化，谢谢。很知识，很渊博，谢谢。Thank you. Thank Okay, you，nice meeting 好，you. 那我这边也，你关注我吧，我们以后我们我也再早点联休络。息。Okay, thank you. 再见。好，OK，Palestine 万 see you next 岁。time，thank 巴勒斯坦万岁。巴勒斯坦万岁。Thank you.